它会不会先进化，然后再去吃？它肯定是先进化，然后再吃掉。因为三费的话也很难去能打过一个那什么。哇，这感觉还是有点强的。是的，是两个都是进化成五费的，然后肯定是二级比那个二三强。是。五费进入。没事没事，我一开始以为是那个五二二死了会出的行空废物。蛇牌都是废牌，感觉这个已经算非常强了。这张牌有点什么梦想吗？非常强，这张完全可以，然后把这个二二减上五三六，对，六，因为它是个一血的，我觉得来什么，它应该会把它进化掉，肯定会把它进化掉。又是它，又是它，鳗鱼图腾。但如果上鳗鱼头疼的话，这个五五卡就不上了吧？啊、哇哇，好烂啊！没了，这没了。技能掉你一张牌，你给我血亏，是不堪受辱。好惨！没有这样的话，恭喜 CL 战胜。对啊，这场控已经很高了，还要欧印度啊？哦，这样打，我不要船长了，因为船长没有用。没有配合。对。一元的话，其实只要活下来，威胁很高。哇，大哥来了，不错。只要别抽第二个大哥。那就比较尴尬了。是，所以我不抽，下回也会抽到。是的。但是只要留个大哥就死了呀。此时上回的斩杀稍微有一点，留一个留什么都有点危险，除了自己的脏鼠。是的。对吧？这或者那个受伤的怪。哇哦 ，GG！ 天哪！天哪！这样的话，大哥抽大哥的目的是这个意义啊，是留下来呀、啊、要。怪不得大哥接大哥，看起来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排序，竟然是自己的嬉笑了。这就是沙皇，是的，厉害了。算他强，没收办法，对吧？这个就是他有一二三四五个是可以接受的。其他三个比较亏，嗯，但也不会亏到特别亏。可以接受，我觉得直接斩了。我觉得直接斩了。我觉得这个我不可以直接斩，下午打五加五，对，或者打个五直接就是。这有没有 DK 呢？他打五很火，对他下回可以直接出个五任完成提把刀，轰，对吧 ？DK 抽大哥就会死，大哥就赢了。有没有大哥？哇！这因为大哥正好是王子霸国，是个六国。对。那这个真的是没什么办法。你看白泽现在只交了一个寒冰剑，火球寒冰剑全在下面。对的。他手里的牌其实并不好，全是这些没有意义的牌。对。看来他没有加血。哦，就怕那个银根草给到一个冰箱就麻烦了。白泽不用出了这张牌了，太好了。是。冰箱有没有？哇哦，真的是 purple 打的还是好，我觉得这儿 double pound 会把自己玩输。是的，哎，这边可以直接对对对加血，哦，直接触发王宇，这边直接触发王宇，就没有又打出一个配合。对，这游戏开始这局我们输了，是的。那这把白泽明白了，这是银根草找的，肯定是冰箱。但是中国这边没有过牌，其实算给压力的时候没有来过牌。恭喜一下 Purple 在一个劣势对局当中拿下了胜利，可以说运气真的是很好。你好，不知道你有没有海盗？我发现我一费鱼下轮能 combo 一下，嗯，这边寒冰剑一劫，看看奥秘来，哇哦，奥秘也来了，虽然这个奥秘不是很重要，对。对，可能能。哇，打得很。这一手打得实在是非常上帝视角 了。是的。有机会说一刀砍下两个法力芙蓉。怕的就是你的刀。弄了个手，再见。那我们也是恭喜，游戏结束，卡卡，恭喜 Alliance 四胜，拿到了最后一张上半区四强的门票。这应该是风怒吸血加嘲讽，对对，风怒吸血圣盾嘲讽，对，而且下回再跳一个，
放一下打横扫，还要撞了打横扫，对。而且把圣盾给破了，还是两个还是可以的。嗯，这样看起来强攻就只有六点，就感觉还可以。这边的话，不出意外应该会贴个王者祝福。下午照可以考虑三加三，那我应该是王者祝福。王者祝福才会分三加三。那感觉走远了。这儿如果来张破法，还有救。来破法还有一点就一点机会吧，对，不大。对，来破法。没有，轻易战炮没有用。放贴，主要这个骑士还是太顺了。是，一二四四。有可能有好的表现的一个希望。那么恭喜一下特兰克斯，这一次魔法师赢下了王局。放杀、啊，对。最后 Evolution 这边还剩下一个 Old Boy。Old Boy 应该是选择一个萨满。萨满，对，其实萨满打这个法师也不好打。卖什么？跟卖这个 T 一样，其实都一样。听说你遇到问题，哇，这两个，所以我都不会，如果打个退化，把这两个怪退成弱点的话，应该能活下来。是的，聊得太轻松了，有点忘了。好，我们恭喜一下特兰克斯，3-0，用一套冰火法。